没印象。这个电视就是别人租的店啊。啊？我电视就别人租啊，这个别人租电视。我又开了个旋转的。啊。喊佣人陪你拍嘛，要不他把佣人喊过来陪你。他喜不喜欢陪你跳？我就陪新粉算了嘛。随便你吧，我不陪。我陪了他。10:26现在。你老大，你老大，你换身吧。你换身吧。你换身吧。等会儿你跳几回。你换面子，我又不是。Oh, my God.
敲个锣秧吧。要把作业。作业吧。作业。一条要钢线的嘛，钢线。随便调多少都可以。我把气运一下。嗯。旁边的调。但是扎西，扎西来调。你先缓一下，稍微缓一下。加油！Uh-huh.